你们要不要先打个那个什么？超多人哦，衣服超多人的。我们东西卖出去。还有想要坐我的那个王牌位置，哎呦，大家不要再涌入衣服了。哦，衣服真的大爆满，我的天，我今天有点乱，是不是？我只想坐点好了。所以谁是那个？你是谁啊？这集应该是讲到必忧之盾，他这集应该是拿双刀的。哦，你看一直有人涌入哦，所以他一直卡一下卡一下。啊娘哎！不过我觉得这个战旗好像还没有。然后有没有比较不同职业的呢？这个应该是法师 ，Nemo。他们七种装备很像，弄差不多嘞。那应该是改小料了吧？Yes，他们最终的装备已经要够帅了。不过我们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Yes，好，终于把七种讲完了。开心啊！好狂啊！哇，他如果再出一个职业，不就有得奖了？给你们看一些东西啊，因为最近这个很令人关注吧。哎，怎么没有人？哎，你怎么跟我坐在一起啊？哈哈哈过来过来！哎，他引擎了，还在当，被他叫取代了。